其实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你们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扭曲的。女生，你对她其实根本就看不起，你把你所有对她的这种不屑，全都通过笨、蠢、滚这种语言去发泄出来，她的伤害是非常大。种种极端的情绪，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愧对于她，所以呢，你把这个领证结婚看的是一种管理她的手段。我打你一巴掌是不是？哎，我再揉揉你，结婚嘛，啊，领证嘛。但实则，你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让他作为你的丈夫。你只是在这种暴力管控的方式，用一个条件让他过来而已。所以你根本就不愿意去他那儿去办婚礼。也可能在你潜意识当中，或者在他的意识当中，真正的婚礼才能是我结婚的那种仪式感。所以现在看呢？你们根本就没有自己要结婚的感觉，种种的你们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扭曲的。一个女性对于男性这种不尊重，同样她也对你不尊重。你不给我100块钱吗？行，我这边偷偷在转钱。你们就在这互相制约着，互相抵抗着。而真正两个夫妻的关系不可能是对抗，这只是占有，只是管理与被管理。认清现在的状态吧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消耗，一直在消耗。实的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人，不以结婚为目的，认真的交往一下，因为这个目的对两个人来说都完成。